这里吗？一下安全带，下车，安安哦。换衣服吧。工作，好的。毛线，毛线太远了吧？剪个毛线呢、欸？天啊！哇！这毛线太远了吧？这台车撑得住吗？小黑，你加油！我第一天上班，认识了你。我希望你可以陪我走完全程，拜托你了。我们说好了哦，小黑，你要撑住哦。小黑，你行的，小黑。小黑。撑住啊！还有7公里，小黑，小黑，不知道你怎么想啊？我觉得高速公路好恐怖哦。觉得会出事欸，小黑。刚刚计程车老板说，这边神经病很多。完了，我不能太长时间工作，我现在头好晕哦。看来这个职业不适合我。驾照还没考。对啊，在10点前的时候进来的。小黑撑住，我们走过一半了，小黑，再一半就好。哦，不对，我还要回去。不，可以的，我们再往前一点点。粽子，吓我！之后换个工作好了，这太远了，我觉得我不适合做这种。
步，哇，看起来一副生病的样子。我的妈呀，山猫哎！安全吗？哇！告诉我，是安全的。好恐怖哦！可以躲在车上踩吗？也可以耶。必须离开载具才能工作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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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个想法。这样，这样，好啦，反正会死就是会死的。开毛线喽！其实在想啊，不开麦好像也可以跟你们聊天哦，没差，那就来聊吧。啊，就是不要影响到游戏内就好了。啊，这个，其实我在想啊，本来是想好要当什么职业啊，可是就是先慢慢来吧，就从基层开始做，慢慢熟悉，不然会不知道，会不可能说，你看，你叫我当警察，我马上当，马上就熟悉所有操作流程，现在连快捷键怎么按都还不晓得，啊，要当警察根本就是要找死啊。是啊，公子是要到现场面试，还是一样就是职业所那边？欸，没办法带羊毛了。不是我倒车技术烂，是这台车不太好用。我喝一，开到几点哦？十二点吧，因为我明天本团哈基他们要去玩，所以有开路边，要去玩，对吧？去现场面试，好啊，不然我再看看，因为明天一次逃脱结束后，不知道有没有体力啊。啊，前提是小黑还有七公里的路哦，加油！赢的小黑，你已经冒烟很久了，但我相信你可以的。魔法还没用完啊。可是这不代表说你可以一直撞吧，你哪可能一直撞车撞车撞车啊，是不是？
是真的活生生的人呢、欸，你怎么可以说撞就撞？而且我刚刚会撞这么惨，是因为后方有个阿伯，不是阿伯啦，就是一个女的，直接往后面大力的撞下去，我的就只能用一次魔法了。7公里的路不会啦，我再叫一下那个刚刚那位计程车大哥就可以了。打算当修车，我其实就是打算当修车的啊。就刚刚他说修车工好像满了，我想说那先就当个赚钱的。要把这个，就是我原本视角是固定这样子，它会自动拉成这样子，然后关掉。关。有我进城吗？什么本？没有啊，有很多人哦。我是最菜的嘞、欸，现在我是里面力最浅的，今天刚加入第一天。